说什么？姑娘说，君王殿下送给她的梳子遗落在了后院，想请君王殿下帮忙找一找。天黑了，让我出去找东西。我找去。一定要君王殿下找。姑娘说是为了给您腌梅子才丢了梳。行了，我明早去找。啊，对，明早找。你丢了梳子，姑娘今晚就睡不着，睡不着就会伤身子，伤了身子必然会伤及龙子。赤裸裸的威胁。哦，吓死我了。你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好吗？我。哎。草坪上的灯呢？如人把灯都收走了。他想干什么？江湖人浮，一年浮屠，一年屠苦，谁人懂我漫漫长路？拨开迷雾，温暖孤独，春风一拂，笑颜如初。时光模糊，别离辛苦。我愿把你朝朝暮暮。姑娘说，世事缤纷绚丽，越是看重就越容易被混淆，只有等光鲜褪去了，才能看清楚自己最初的目的。那人呢？姑娘不爱说这些文绉绉的话，光这些就想了一下午，自己一张口就起一身鸡皮疙瘩，所以就让我来告诉你。在宫中待得太久，我竟然忘记了我的初心。看相思无数，看沧海满目，等着你。走，快走。